Thank you.
休息时间终了，请主席宣布开会。好，继续开会。卢美议员，谢谢大会主席，各位媒体，各位同事，这个所有局处哈，这个第十八届第三次的这个农业处口头工作报告很认真，处长哈，跟你按100个赞，结果你在做这个是这个报告会做一个一本出来哈，也大概那么局处只有你最认真哦，在这边来跟你鼓励哦，这个农业行政管理跟辅导哦，我翻到第二页这个。蔬菜果树作用，这个特用作物推广，国产新植茶油计划，还有植物种苗产业辅导计划，跟槟榔肺炎转作计划。刚才呢，科长也很客气过来这边呢来沟通。即便是我当议员呢，我都这个代乎职守，不晓得说槟榔转作或槟榔砍伐之后呢，可以有这么多钱的辅导哈。但是我刚才也跟这个科长讲了哈。很多国有产业级的土地，尤其是花东193也好，中央山脉也好，很多国有产业级的这个承租土地，大家现场应该都知道，很多已经停止承租了。是几个立委呢？前两年的那个非常的努力要求呢，从去年开始又可以承租了。那我想这个麻烦这个农业处长哈，还是要往中农委会沟通。像这个承租哈，可以了。去年开始恢复承租，那因为国有产业的案件太多，几万件，连我的都一样，塞车，塞到那边，有的一两年都还没有出来。那这中间急于转作，跟急于要求补助的，像这样茶油啊，本来这个茶油本席啊，是一直觉得在那个油的风暴来的时候，大家开始想念我们以前阿嬷的茶油跟。这个我们的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大茶籽、小茶籽都一样。我发现它，我自己来使用，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对我们的肠胃、对身体非常好的一个古老的传统的东西哦，尤其是原生种。今天好高兴一翻到，还是有补助哦，新植油茶计划，因为西部呢有传过来这个讯息。像这么好的讯息呢，我希望农业处呢多多发布新闻。因为我乡下呢，包括我的大姐，好多人种都不知道有补助计划。那像这样的好的利多，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两年呢，花莲好山好水，全台湾都一样，我们的菜价一直上扬，尤其是一些有机的菜价，有机的菜你根本买不到，
那鼓励呢年轻人回来种啊，政府也在积极的在推动这部分啊。那干农业处呢相对是非常重要，尤其在这部分有机的植物、有机的菜、有机的米、有机的杂粮，尤其这个处长去年的施政报告说，这个杂粮推广跟杂粮的广播在中区已经开始哈。这个你是农粮署出身，还是希望多多呼吁哈。我们中区杂粮已经开始种了，可是政府部门，尤其农委会，是不是可以有下来调查啊，还有辅导啊？我还是希望这个农业处呢，已经很认真了哈，再多多派一些专员下来，跟农委会要求人员，你多了一个科目，是多了很多的人手。像我刚刚讲的，台湾明察计划推广本县蔬菜特作及这个果树栽培啊，减少山坡超限利用，是对花莲县的农民很大的一个强心剂。连我这种半农半议员的这个生来的人都觉得是非常振奋的消息了哈。应该很多在座的退休之后，因为花莲县是以农立县。你推了观光的内涵之一，就是我们一直历任县长讲的好山好水，好的一个植物跟好的西瓜也好，对花莲县的农民哦，都是很大的帮忙哈。那还有一个保育林政客哦，这个小贩慢则难，还是希望持续的做啊。最近我觉得这一两年有一种弱势的比较弱了哈，一些吉安啦、凤林啦，还有中区，是不是这个一公斤7块钱，现在已经。这个数字是不是太低了？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数字哈？要讨论啊，毕竟这个是哈，这个一鱼两吃的一个，又可以减少，又可以做染布，又可以很多的这个做一个肥料的栽，都可以转做哈，很多的方式。那还有呢，推广自然保育、生物多样性相关议题啊。老鹰想飞啦，这个保育这个台湾猛禽研究哈。我希望这个工作呢，全台湾大家都很注意哦。这天下杂志啊，这个很多杂志在播老鹰想飞。我也希望花莲很多的摄影啊，还有这个田野调查的可以下来做哦。真的再来宣导花莲，我们自己我所知道的很多的地方都有老鹰的栖息地啊、哦。希望呢花莲县更是很多老鹰想飞的地方哦。你做的这个生态调查，放到各小学、各山头，我记得。我记得是最近都开始复育的啊、哦，老鹰想飞就是一个指标嘛，它是一个食物链最高的一个指标。那花莲县呢，更应该是全台湾最多老鹰。我曾经听到一个搬来花莲我们镇上住的，他为了一种鸟，他这个鸟在宜兰啊出现一只，一早4、5点从台北每个都开车，就有高达340个人在注意这个鸟起床。哎，这个好奇怪，我的现象哦。所以呢，很多的旅游跟深度旅游啊、探险旅游跟这个搜寻这个植物、动植物跟鸟类，不是我们想象的。所以那个农业局这部分呢，虽然你人手不够，还是希望来多多富裕啊，让花莲还是变成一个老鹰想飞的一个故乡，最多量的，我们应该可以这么样的足以自豪哦。那么你不去注意啊，真的老鹰都不想飞了，一定死。你有注意吗？农民也知道这个老鹰对食物链跟整个的我们的空气好跟不好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哦。因为我们的老鹰很多，所以我们的动植物一定是很健康的，这一定是一连系的效果跟结果哈、哦。那还有一个就是渔业推广哈、哦，我还是讲底托啊，宜兰来到花莲县的底托渔业呢，还是把我们所有的渔业都推光光。这部分呢，农业局的渔业课还是要去注意它。这部分赶快利用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议会我们的行政程序把它组掉了嘛。宜兰可以这样子，十几年前都这样，花莲县长不行呢。我们后代子孙要吃什么鱼啊，所有的贝壳类什么类全部被底托脱光光。宜兰的渔船都可以大摇大摆的进来。花莲渔民都哇哇叫了齁。所以希望这个处长在这任内呢赶快把这件事把它做好齁。那还有刚才有议员讲的漂流木。我常讲漂流木啊是国家的财啊，也不是林管处的财。像上次的崇德漂流木留下来，那怎么会是林管处种的？林管处成立在民国几年啊，漂下来的100-200年了，这是花莲的生活的文化一部分。去海边呢捡石捡一块回来都很高兴，变成桌子变成椅子或者拿来卖或者烧，怎么会是林管处的呢？
林管处里面呢还状况很多，我本席之前也讲过，他们自己把它划地，大家就不能去捡了。那里面呢有很多的弊端，要去哪里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啊，漂流落的产生呢，在花莲县呢，有些时候是灾难，有些时候他们是觉得意外的财产，也许对原住民的民主来讲非常高兴，有个木头可以搬回去，这样阻挡了。你们有没有定期去净滩啊？把它搞得到处滩都是，然后放火烧，或者是到处呢阻挡水流水文。我想啊，这个要好好的来讨论一下啊，改天那个专案也可能啊。那还有这个我们的渔业啊，我讲啊，推广辅导河川生态啊，水培所。科长，从前年开始我就一直讲，我没有一点进步啊，跟往向上向进步的空间吗？很多人在种有机的鱼了，你知道吗？你还是一样写这样的报告，什么什么又是写这个什么，探索啦，什么夏令营啦，什么生物的调查保育都是这样。我从议员当到现在，你完全没有社会的进步跟整个生态的转变的价值观的想法吗？没有对花莲的核心价值的想法吗？花莲鱼类就是像你这样子照本宣科，你把今年跟去年啊，我咨询会拿出来看，一模一样，有差别吗？有进步吗？那时代不同，不停的进步，我们的生活层面不停的改变，你还是这样写？我没有看到你写一个有机鱼，好多人在养啦，你有辅导吗？赵凤就几家啦，你是？叫做推广辅导养殖渔业技术跟河川生态，你还有推广跟辅导，欸，你只是写一个什么河川复育啊，专门怎么向下扎根扎哪里啦？还有这个处长哈，还是要注意一下木谷木鱼，你既然说希望造成十万人次啊，去年我不知道有没有达到十万，现在夏天来了哈，尤其去年，尤其在我们那边中区环保科学园区木谷木鱼还没不那个我们的那个你刚讲那个。叫什么新的一个你说芝卡轩啊森林清水公园还没有听到，但是去年呢在中区很多在三滴清水部分呢得到很多感冒细菌感染，所以刚才有议员讲说几人次，我是希望不管几人次一人次都一样，你还是要定时定量定期的把它消毒，你不要感染了一堆细菌，尤其夏天，尤其吉安人口那么多，可能外来人口也会。所以呢，芝卡轩跟美仑公园呢，你既然做了芝卡轩，也感谢花那么多心血啊。但是芝卡轩跟美仑公园一定要不同的调性，花的钱我也希望芝卡轩花也要花的很多。美仑公园每年变了好多钱呐，那吉安人是三级公民吗？啊，我先感谢你给我们芝卡轩，但是还是期许未来的方向啊，你如果是做这个游乐部分或是绿色部分，还是多花一些心血啊。不要独后美仑公园，谢谢。谢谢议员。好，谢谢我们今天的主席，我们张副议长，还有两局处的处长、局长，所有的一级主管以及议员同仁，还有媒体记者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那针对两个局处的来工作探讨呢，首先呢，我们来跟农业处来做一个探讨哈。罗处长，我知道你也非常的用心，然后我们一级主管也非常的用心哈。那在这个区块里面，我希望说能够看到更多的一个成果哈。那在这里首先来探讨的是我们橄榄树脚的，就是盐寮的这个早期是在我们杜立华处长的这个任内呢，把那个港口呢小港口呢做得非常的好。但是遇到台风之后呢，打坏掉了，然后那边本来有厕所，还有一些淋浴的，让我们一些外来的观光客呢，在那边戏水的时候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淋浴的，这个东西都完全坏了，然后厕所也都坏了。那我们处里面呢，这长期以来一直都没有去做一个维修，也没有做一个补救的一个方式，那么好的一个地方。它反而比我们七星潭的这个还方便，而且还更安全的一个游戏地方。那我希望会后呢，请我们这个罗处长是带领着你的团队，
然后我们去看现场。如果真的能够修补的部分呢，赶快做一个修补，因为夏天快来了。那希望我们外来的观光客呢，能够到我们这个区块里面去做一个游戏的一个游玩，以及这个沙滩非常的漂亮，能够让外来的观光客呢，让他的子女在那边能够来做一个游戏动作哈。还有再来就是说，我们蔬菜当然我们花莲也很多，但是果菜市场也有很多外来的蔬菜进入我们果菜市场。那在这个果菜市场里面的一个这个抽验的这个检验这个农药的一个残留的部分，当然是由我们卫生局也有，那我们处理是不是也有，那待会请我们处长能够做一个报告。我希望为了维护我们整个花莲县的县民的一个健康把关，我希望我们处理呢应该是来严格的把关哈，让我们的观光客呢，以及我们的在地的这个县民呢，都能够用到很安全的一个蔬菜跟水果哈。再来就是我们的熟鸡粪的这个部分，当然那天有我们的叶议员有提做一个专案。那在这个区块里面呢，我们农民西瓜旗呢，他目前所做的是生鸡粪的一个部分，那我们熟鸡粪才有做一个补助。那生鸡粪呢是没有做补助的，不过我希望我们处理能够协助我们农民在他运输的这个当中呢，能够很顺畅的能够到达我们农民的田里，让他们能够这个在他的时间内呢能够使用到他的生鸡粪的这个使用。那他们目前也非常配合我们环保局，他是用掩埋的方式，不至于会衍生一些这个蚊虫，所以在这边呢，其实有很多的民众误以为说他们用的生鸡粪呢会衍生了很多的一个蚊虫那些，其实他们是用烟埋式的哈，所以是不至于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发生。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这个部分呢，我因为在看你的这个工作报告里面呢，采罚的非常的多哈。那在这边呢，我也期许我们的这个科长处长是不是能够体谅一下农民，其实他们有些是不了解这个法的一个依据，所以常常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所以就被开罚了哈。那我想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希望我们这个农业处呢能够加以辅导，然后各十三乡镇呢加以辅导加以宣传，因为这个毕竟农民有些呢在急需的时候呢他没有想到那么的多，就怪所叫的就上去哈，所以常常会犯规，常常会被罚。那我想农民非常的辛苦，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真的是能够以劝导的方式哈，劝导的方式。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在我们的资卡圈这个部分，刚才有人提到了，其实还有我们的大光复那边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夏天的一个活动呢，我想这个品质呢，还有水质的这个安全一定要把关好哈。现在的少子化，我们的小孩子不允许哈感染到种种的一些病情哈，所以在这边期许我们农业处呢，一定在这个水质在放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检验哈，让我们的儿童呢，以及戏水的同时呢，都能够得到安全的一个最前卫的哈。谢谢大家。张志才议员，好，谢谢张副议长哈。有两个，首先跟那个税务局啊。因为最近你们在征收那个房屋税嘛，对不对？我亲自看到啊，那个人已经在慈云山已经住了好几年，他今年又收到啊，是不是社会上还是很出问题，还是住了出问题？真的我不知道，因为我亲自去看啊，这人已经住慈云山多少年，应该要征收房屋税是在慈云山征收啊，好吧，这个社会上啊，能去给你一些。第二个就是讲，最近最热门的议题就是花莲区议会。这个议题，总干事，我觉得这总干事赶紧啊，进入 get 啦，一个被那个
啊，去为那个理事会解聘，给了他解议员的声明哦。事实上，今天这个事情发生到这样，要负最大责任就你们花莲县政府，就是你们先前纵容袒护，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第二个要负责任在自己本身，要自找的啦。坦白讲，要自找的。而且那一天我要求出六六款专会议，民怨产生这么大，你还看不清楚吗？来了七八十位的移民，我觉得你们打个蛮力没？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农业处一月科在干什么的，平时在干什么的？尤其在开会当中，近年我们乡市广场能经营民宿吗？能经营餐厅吗？摆脚啊，民宿摆脚不？平时能不知道吗？乡市广场在经营民宿，卖淫公安官不在呢？如果发生意外，谁要负责？在经营民宿，就是一人，之前那里抓得要死，我把两个怀疑告的，一个还了贵上班，因为我们自己，先用自己的三十万是我们自己的啊，一人家经营民宿，看到官方来播出来，人家是夹一条呢，既然这样纵容到这种程度，好好处理啦。后面来讲，目前啊，你叫人去锁一柜也无效啦，锁一柜也无效啦。你的方向不对啊！你要锁，不是锁因这一两个啊啦。我再告诉你呢，乱搞。哎，再来就是那个肉品市场哈、哦。上个礼拜我跟我们那秘书长，我两个 MC 啊，我们是同性恋 ，MC 啊，我在意哦，在海洋公园，而且在太平洋公园，就海岸那里，晚上差不多十点左右，我就看到我们那个货车在土体。在那个屠宰好的猪体，他们现在怎么样？那种时间推算，而且你们晚上傍晚到七点就开始屠宰了。我们现在最讲究，就是因为这新鲜度，因为我们是温体猪肉嘛，又讲这新鲜度。你暗时啊，十点多，那猪苗已经在个市场啊。我卖猪肉是爱隔五六点才有去出骨，一碗好五点外。看看现在，哎，现在是寒天，还阁会冻会掉哦。你夏天怎么受得了呢？为什么要这么早就开始工作了呢？您这也在条件嘛？是不是您只要才开始屠宰？应该以花莲县县民消费者的立场来条件时间，不是依您的您工作人员，我啊不是一八点就开始抬啊，抬后啊不是还在困几工呢？困几眠，袂使安尼啦，事情不是这样搞的啦。好不好？还有施经理，这第二个你建议的时间一定要调，调到凌晨去才开始，开始屠宰。因为现在夏天了，实际上一定要调整。给第二个建议哦，地外用公共鬼啊啦。过去花莲是生产地哦，你要知道，花莲养猪是生产地哦，生产地哦。当然，花莲它交通比较不方便，一些杀鸡场民众，当然我也很赞成拍卖制度。这个拍卖制度是保护养猪户的权益，我绝对集团所赞成的。像我们那天开专案会议，我讲一月一号啊，全国都有拍卖市场，只有花莲县没有。包括拢拍卖市场，拍卖啊！你卖讲像台东上市的成功港，人大家嘛，你比如说你拍卖鱼啊，那是为了保护渔民他们的权益。你讲像那拍卖市场嘛，是保护养猪户的他们的权益，因为你啊。在取缔的那些农民哦，拢高考官足高义足老实的啦，因干嘛要做生意？不要嘛。所以过去这个包商哈、哦，直接跟养猪接触的时候啊，不是讲一小二几个来斤，有人家抬个回多几只低的，拢将贵斤，这是为了拍卖，所以有拍卖制度是很好的。但是拍卖制度要讲求公平，要讲求经济市场、自由市场。因为这拍卖最多，主杀鸡杀民，生意到今嘛拢无改变。我们花莲是生产地哦，你拍卖的价格，从全国的拍卖的价格的多两码，花莲县一定要多两码。如果今天全国拍卖价格是50块，花莲一定要加两码，就是52开始起跳。而且起跳以后啊，花莲又一个制度，你贵体的就跟花莲搞东博没有，是封闭市场。那拍卖如果是好，因为你那底下税哦。那个价格一直爬升上去，如果猪是不好的，我杀灭，就是52块开始起拍卖，51块、50块，
都就赶进去了。尤其花莲是用登记制的，你要知道哦。像我明天要卖一头猪，我今天就要登记哦，然后你们就在这个投诉来哦，不能多买啊。又说我临时工啊，我明仔过来，小玉家要给哪边哦？没有，哎，没有办法，你已经登记一只就买一只，你不能多买几只，没有。就是因为登记制，我这来必须要小弄啊小化掉去，就是有这种毛病在，所以才造成啊，好的品质比较好的猪啊，都往外送，留下来就在花莲县啊。你买不买，你就下地了啦，你不拿买就没地方买啊，这简单。所以我已经给你建议过了，这个制度一定要改。三十万你不干就是不干，第一个价码一定多两码，第二个登记制，我不反对登记啦。但是猪的品质一定要改嘛，你不能只是交给县农会去搞啊，农人规改部的税来问你便宜卖来劳力花的，别拢免骗啦。按他讲无啦，特别有诶嘛，别一世人个对咱别提拔咱，我唔知讲你的部下，只是不讲而已，对不对？花一多花费，今日讲的强调，应该以花莲县县民的消费者立场来处理这代志，而不是以养猪跟弱商的立场来处理啊。因为这都羊毛出在羊身上了，对不对？花莲县没有办法想说比较好的好猪的品质啊。你这种制度再不改，你卖公好，哎，故意要去协调人家啦。几个在协调，我都知道。就你们想忙工好啊，当然我哪唔知啊，对不对？分家家，就你们啊，在他妈的鬼，不要真的制度要改，因为三十几年的，该改就要改。那停留那个地方，花现在交通讲交通不方便，都骗人的啦。那就把公路你就容易你刀刚烂烂，对不对？要再讲交通问题了，这给你建议的啊、哦，谢谢。邱永双议员。大会主席、副议长，我们两处的处长、各科室的主管，大家午安了哦。像今天针对农业处呢，跟税务局呢，提出来一些做探讨跟参考哦。我们最近看到这个农会的一会总干事罢免案，我很惊奇，也很惊讶。可能我们其他的议员都谈了很多哈，这个会有这个效应。记得我们一会跟农会的组织章程里面呢，不是那么简单的呢，就在这个临时动议的呢，九票人七票通过就把总干事罢免了。那针对各乡镇的农会，他的章程是类似的，是一样的，不是一会就是七个人罢免，也就是说呢。尤其我们各乡镇的农会呢，纷纷扰扰之际呢，这里一回吼，七个人会当罢免，这个总干事哦，啊，没领就无，就无礼貌，无客气，现在拿一个法案来，他罢免，七票，咱七票拢有啊啦。所以，我们辅导课这边呢，针对一会农会这边吼，要加强的来沟通。你平常他们有开理监事会，你就会有预先的征兆。刚才有人讲到什么开民宿啦，做其他的什么的，对农会辅导不对的地方呢，应该适当的制止跟沟通。而且他们的任期已经快要结束了，怎么会在这个节骨眼呢，纷纷扰扰？我认为请这个辅导课这边呢，下去了解，其实你们应该很了解，在法规上是不是可以这样罢免的哦？如果农会的理监事要罢免那么简单的话呢，哇，那七个人大家联合一下，太简单了吧？我不爽这个总干事、理事长弄一下就把他搞掉，这样不好。应该从这个他的征召里面有什么弊端或者怎么样去改进。讲针对议会这个哈，他也是一个农业移民为了议会会员的权益哦。我看你们在工作报告的时候呢，休闲业产值都做了那么多那么好，那是表示这总干事呢他是有认真，而且配合政府的政策施政啊。不管他的是这个。一夜的展览观光也好等等都做得不错，为什么这样就可以罢免一个总干事？那下一次他们一年以后没送哈，这旧柏林某啊，总干事跨不起我就给罢免。所以我想请这个农业处这边呢加强来沟通哈，应该是我们花莲县不是发生这样的事情是第一次了哈，我也感觉到蛮惊讶的，七个人联合就可以把一个总干事罢免。另外在农业处这边呢，我在这里很慎重的
提出呢猪农的生计的问题。像我们花莲县是属于一个偏乡偏远的乡镇呢，针对前些日子呢，我们农委会呢新任的主委还没有上任，520都还没到，就发表他个人的看法，可能他也来不及要当官，当得很急了啦。那520动哈久啊，轮不到主委讲话。媒体给他访问的时候呢，他说呢，台湾没有能耐开放含瘦肉精美国猪肉的进口这件事情呢。我想我站在国民党的立场呢，过去呢这个强烈的反对呢，民进党强烈的反对呢跟谴责，民进党过去在野的时期呢，要求进口的瘦肉精呢零检出，并表示呢若美猪开放进口，将要求马英九总统下台。可见呢，在立法院也好，在地方的声音也好呢，非常重视我们这个养猪户的生计，甚至食品的安全。但是呢，国民党政府呢，当时坚持呢牛猪分离的原则呢，新政府还未上任呢，就宣布弃守。民进党不仅背叛了自己过去的一贯的主张，更是背叛了全台湾人民猪农的信任与托付了哈。我想我们在国民党的议会，我找几个我们国民党的党团呢，已经联署。等一下我给我们农业处处长呢做一个参考。国人呢不仅食用猪肉数量高于世界各国的平均值呢，更多有食用猪肉内脏的习惯。况且呢，我们内脏瘦肉精呢残留量是最高的。我们新政府开放瘦肉精美猪要进口，无疑是呢残害台湾人民安全权益的健康。此外呢，我们目前国内的猪肉现在每公斤大概71到75左右呢，若开放美猪进口呢，价格呢将暴跌一半，严重的冲击每年产值40-50亿的台湾猪的市场，更影响到全国50,000名猪肉品从业人员的生计，同时呢也冲击了花莲县猪农的生计。农业处呢应该都是关注有没有因应的措施，既然他们的当官的主委已经这么讲了，他一定会去施行，会开放美猪。因此呢，为了拒绝新政府的牺牲国人健康与猪农应有的权益呢，只是为了换景加入呢这个飘渺的 TPP 呢，就是我们太平洋伙伴协定的门票，国民党花莲县议会我们党团呢呼吁立法院呢应尽速通过食安法相关的修法，明定国内呢外猪肉及相关制品都必须坚持瘦肉精零检出的原则，才能呢真正的捍卫国民食安健康的农民的权益。像我们花莲县呢养猪户也非常的多，猪农也非常的多，这个呢会影响到他们的生计。我不知道我们民进党过去反对国民党要求马英九总统下台呢，他要怎么处置，甚至难道去抗议蔡英文下台吗？也许有他们的更好的理想跟做法，让猪农赚更多钱也不一定了，我们期待了。不过他们既然要做呢，而且农业处这边呢主管的单位请我们县政府来关心这个区块，就是我这带我们党团联署以后呢提案，等一下我送一份给处长做一个参考哈，也会给媒体记者呢，我们国民党党团的想法。另外，我们最近这一两年来呢，我们缴税的问题呢，脱税的问题、罚款的问题呢，层出不穷。我们把这个我们县的溢价租金、房舍的租金、现有地提高了这么多，还有国有财产级的呢地，也租金也调涨了。老百姓呢打电话到国有财产级，我的租金呢为什么提到那么高？有的是孩子在缴的，啊，本来原来是一个月缴5000块的租金，他就是没有地，没有自己的土地，就跟国有地长期几十年住在那边。现在5000块可能调到9000、1万块，一倍以上。电话去问国有财产局呢，他说啊，这个是县政府公告地价调整，万马不阿多啊，就是说你要缴就缴，不缴我们有我们的法规。
现在民间呢非常多这样的现象在运作，在发酵。我像我们的议员很多人在谈到，我再举一个例子呢，我们有一个乡亲呢，他的面积呢，非常的宽，他本来原来呢，一年一个月要缴四千多五千，他给我资料给我看，他已经缴了哈，他现在呢要调整到10000多块，他说我缴不起啊，我年纪那么大了，我儿子赚钱也不会给我啊，干脆这两天我去看了现场，他把那个空地啊，甚至他的铁房子他要拆掉。不过当时他们想要承租这个国有地是等什么呢？啊，我们优先户优先住在这边先承购，看有没有比较便宜一点，将来我们买的时候，啊，结果呢，他发现呢，这个地如果要卖的时候呢，这个家户呢，我剩没好啊，以后啊，我要买的时候，我现在缴了100多万了，陆续缴到现在缴到100多万，那我继续缴10年，将来公告地价又调升的时候呢，哇，这笔土地要1500万到2000万。你想想看，各位，如果你是住在那的房子，你会继续租吗？不会嘛！啊，优先权，但你国有财产局也是按照这个公告地价怎么样计算，加40%也好，或者市价征收也好，那时候到2000万的时候，他也老了，买不起，所以这几天呢，他把那个树移走，空地还给国有财产局，真的非常的可悲。你要征收这个租金，增加税收，带动地方繁荣，当然我们同意哈。啊，如果真的地以后有了钱，我们建设地方，让老百姓可以做生意，有钱赚，居住的安居乐业，我们都支持。问题现在啊，各位你没有看到，我们520之前就听到说我们大陆客不来了，我们的民宿业者、我们的艺品业者、我们的商店、实体商店呢赚不到钱，淡薄啦。他们原来一想说啊，这个我们花莲是一个观光地区，太鲁阁、鲤鱼潭啊、六十担山那么漂亮的风景，我们的海岸线那么漂亮，大陆客可能要到我们花莲来观光，他们买了游览车，这个游览车买了很多部，你现在在街上去看，跑的很少，停在那边很多，他要贷款，要去贷款缴这个游览车的贷款的经费，这车子的钱现在也没有了。民宿业者大家知道，你可以去查访一下，有多少民宿有观光客，有陆客，有我们百姓来住，没有了，大家都叹不济，在抱怨。所以我想，这个税务局这边呢，如果你在适当的会议上，这个现在一直在地方在发酵，而且都是说县政府调高的，都是这么讲的哈。所以现在我那个土，改天我总执行我会再带出来，他把它拆掉，围墙拆掉，草皮弄掉，要还给我有财产局。所以像这样的整个花莲县的这个整个老百姓哦，已经家户所得已经不高了哈，很可惜。刚才我有举例到一个在福兴村的，他的妈妈很老了，他年老农民年纪7000多块，他的儿子呢帮他缴那个国有地的还是现有地租金，有没有查清楚？然后这一块他是缴是他儿子缴的，他现在儿子缴了本来5000、7000，他家里还不知道，哇，那我躲的话啊，即使呢，你看影响他儿子。给2万2、3万块的收入呢，就影响到了，所以我们税务局这边呢，应该考虑到这个老百姓的感受。哦，如果我刚才讲过，如果你们收了这些税金，可以繁荣地方，带动地方的观光繁荣。现在我记得我在20年前看到我们花莲市的街道啊，看的是这个哇，那天晚上哎，这个什么吃稀饭宵夜，然后在路边呢，不管是工人也好，商人也好，在那边喝小酒。哦，翘个二郎腿，很高兴的。现在你10点去看花莲市的街道，金三角这个门全部关下来了。这关下来是我们生活水平提升呢，还是没钱赚？我看是没钱赚吧，他才会关下来啊。啊，关下来没钱赚，当然就睡觉啊。啊，拜人礼拜嘛，休困啊，一个月当赚偌济？没有。所以我想税务局这边呢。我们农业处这边呢，除了要带动我们地方的农业的观光以外呢，让农民有收入啊，让我们的税收虽然应该应征，要征收，但是呢，要考虑到这些的问题，民众的感受。我相信呢，最近在你这，只要局长到外面去走一走，去听一听看看，现在外面的事。而且我发现这两年我们议员议会呢，也一直提到这个，哦，罚什么，这个一个房子呢做不好就
这个审计师单位呢，我再讲一个更细的，你们再罚钱的。他原来房子买的在清风村买了一块房子，啊，因为他买的是二手，就知道这车子可以停进去，啊，那交通动线都很好，只是巷子少一点，大家都没有意见。结果审计单位叫你们说这个要查，追缴五年，啊，结果呢，不到一坪，啊，你现在五年缴一缴，五六千块而已。那以后呢，每半年缴一千多块，还是300多块，不晓得。你们都是这样逼，现在像将近有80户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形，哦，但是还有农舍的问题，这些等等呢，老百姓我不知道这两年为什么都是这样做这样的动作。农户盖的农机器，你们也要叫他拆，就搞不清楚。乡下地方也要拆，罚，最惨的还是民众了。我想给我们在座的官员啊做一个参考，将来在这个施政上面呢做一个研究看看。谢谢。杨德金议员，谢谢主席，在最短的时间仍然给我这个时间哈。那我也很简单，那个我想请教农业处啊，现在沿岸的原住民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那么现在刚好是这个东北季风没有哦，停止了，现在就是靠这段时间来出海捕鱼，但是这个野鸟、这个小虎还有鸡群，这个简易的这个停泊竹筏的一个港啊，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停泊。为什么？因为这个几次大风之后呢，那个以前是要靠沙滩会停摆这个竹筏的，现在没办法，都是石头了，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要弄到野鸟一港，野鸟一港他说要租金5000块，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机制。所以今天我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小府或者是机器，刚刚我从那边看，的确机器本来有十几艘的竹筏，现在只能停摆3艘，那其他的那个竹筏要怎么办呢？所以请农业业辅导课渔业课赶快去把这个石头大石头用怪手去拨一下，拨开一下，让他们这个竹筏 好进出啊，好捕鱼啊。以上，谢谢。这边议员要补充意见，好，开会时间到，谢谢各位议员的发言。会后请地方税务局农业处就各位议员的意见做详细的书面回答。大会报告下午议程分组审查或收集资料，明天上午9点进行县府建设处、主计处工作报告及业务探讨，请相关人员准时出席。散会。